徐工全新散货专用正面吊，基于全新一代 K 系列正面吊底盘，配备倾斜式可回转吊具，最大载荷35吨，为煤炭、矿石、粮食等物料提供专业化搬运。整机轴距6米，回转半径8米，最大起升高度14米，吊具具有侧移、回转、倾斜等功能，满足载重条件下集装箱的微调微动，座椅更安全。吊具可倾斜角度达60度，并可左旋195度，右旋105度，方便调整集装箱位置，满足散货倾倒需求，并可加装倾斜压箱门控机构，防止物料意外散落。徐工散货专用正面吊，标配胎压监测、全景影像系统、自动灭火系统，更安全、更可靠。全新开发的人体工学全景司机室，配备全悬浮座椅、大功率空调、两段可调式方向机，操作更舒适，驼峰式配重，后视野更佳。徐工港机为您提供定制化、成套化物流搬运设备，350倾斜吊具，天生的散货专家。